他们应该第八年，第八年。系咯，因为可能因为之前疫情嘅关系，所以好耐都冇呢啲 cosplay 嘅活动啦。咁而家咁难得有翻咧，今日系我觉得系超级多人啊，即系唔净止系 cosplay 嘅人啦，嚟即系来宾啊，其他外来嘅参加者都好多人。呢个系三分家嘅，系一个同人嚟嘅，即系佢哋自己画嘅一个箱子系列嘅女服装。我其實我 cos 咗十年噶啦，老玩家，係啊。我呢一套就係訂做嘅，但係平時有時咧都會自己手作咯，係啦。根據個角色嘅衫而設。自己整嘅話要多啲時間咯，要花多啲心思啦，但係就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嘅效果咯，即係例如華麗啲啊咁樣。如果动漫节开的话，咁当然一定要去啦，因为是每年的盛事嚟噶嘛，一定不可以错过。